静，行嘞，请坐。啊，各位同心，大家好。各位同心，大家午安。我感觉足欢喜，足荣幸，会当伫遮吼来跟咱来甲咱周博士做一个介绍。周博士伊即个两个环工的迄款的协会吼，啊，然后伊对即个水质的改善、甲土质的改善有真特殊的即个研究结果吼。我听讲，足侪国家邀请伊去。啊，甚至中国嘛，一直甲拜托吼，啊，伊拢无真愿意去安尼。啊，但是一定啊，台湾贡献伊所学嘅物件、所学嘅物件吼，特殊嘅即、這个发明也是发现吼。啊，比如咱台湾，但是咱台湾嘅政府拢一直拢无多甲吼重视安尼。啊，真好佳哉，就是讲经过有人推荐，所以伊就来咱民政府。啊，咱足希望讲咱有一天。咱民政府确实当达成咱自治建国的大目标，而且呢，咱就请伊回来遮，吼，甲咱发落咱台湾水质的改善改良，甲土质的改善改良，好咱的农业会当安尼更上层楼。咱农业的技术足好，农业的这个自然条件嘛足好，但可惜政府的政策拢是要害死农民，要破坏这农村文化，所以吼。想到就足艰苦，因为我本身较真要咧做田，啊、哦，要咧种植。我昨下晡来遮以前先去田做者工课，啊来了，阿妹先演讲讲了7:50，我去田，咱陈世珍同心吼，佫走去田呢，佮到10点才转来。啊，下早嘛过去巡田看看安尼吼。啊，所以总讲啊，就讲农业做农的人遮艰苦，但是趁无食，大家拢足辛苦。啊，咱足需要即款的农业的专家、土质、水质改善的专家来甲咱斗相共，啊，真欢喜，伊会当来甲咱讲课。大家再度用一个掌声来甲伊欢迎，多谢周博士，谢谢。啊，感恩大家，互我有这个机会来向咱同心来，会使讲自从我以前的经验。来和大家来分享。其实呢，我咧想，我忙水忙到即卖，已经超过了50年咯。啊，咱会使讲，咱的有生命的只生物啦，不管是走的，还是未走的，植物伊就徛伫遐徛一世人。伊身躯的体重，至少70%以上，拢是水。所以会使讲。这个生物界啊，生物，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说，它就是一个水包嘛，70%以上都是水啊。啊，你剩的就是细胞膜，还是其他很多的细胞把它包起来啊。所以呢，你讲这个已经这个生物界已经含接着水是占着伊的体重。啊，假使这水的品质若唔好呢，这水若假使唔好，伊绝对袂健康的啦。因为水伫咱生物界是咧做啥物用？第一，伊咧送营养，哦，咱食落去的营养的成分。你若水若是真好，伊送了足紧的。啊，恁水的结构若是足大粒，伊咧送过来弄过去弄，拢送袂到迄个目的。啊，佮水也当迄个调整温度，调整你的体温。哦，啊，你若假使讲在发热，你若无水来调整你的体温呢，啊，你就害啊，遐个细胞，遐落伫哩温度伫哩关起来，啊，整个细胞的迄个新陈代谢，伊这方面的生合成，诶，这个功能都拢无去咯。哦，像这些拢是水是要求重要，是足重要的。哦，啊你。啊！你即卖即个所有的即个生物界，假使讲我们有办法，自从这水的结构，甲变啊，佫较小咧，
啊，互伊伫送即个物啊，要送入去，甲排出来，拢足紧嘞。啊个呢，个水，假使讲，咱若个考虑着水，伊迄内底能藏，那假使讲伊个频率会当含地球个磁场啊，那是会当共振嘞。哦，即落到底吼，因为地球个磁场伊袂死啊，伊也袂停去啊，一世人拢有啊。所以呢，我是考虑着讲，即个既然即个地球上个即个生命，即个生物界个生命，迄水用汉人啊济。啊，若讲要健康，还是讲要饲只个有需要个即个成本呢？啊，简单得来按水来个想办法，看用啥物方法会当注重即水个结构，互伊搁较细粒，啊，搁互伊搁较好，会当含地球个磁场，搁会当共振。哦，啊，若安尼吼，咱伫饲个即个所用个即个成本啊，啊所有了这时间啊，啊用的精神啊，你就省足济咯。所以我是用系统，这个整个系统，我安尼去甲研究。所以呢，我差不多有自从我读农化系，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在玩水啦，我拢在佚佗水啦。啊，其实呢，水佚佗甲有一段时间，迄、那个日本迄、那个。讲本圣哦，伊讲生命水之道，其实呢，那从按科学讲起来，伊内底迄道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一个道呢，想讲哦，即卖唱贝多芬五号交响曲，啊，人家一杯水放在迄个音乐的头前，其实在唱的时阵，迄个音波已经转到那个水里面去了。转到水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水分子呢，就随时随地在变化。你有办法得变的时阵，你随个吸也水分子的结构无？你若无怎个吸呢？啊，你吸的迄个，迄是啥物时阵的水的结构？所以真济代志，伊的迄、那个伊研究的结果呢，只能够当类似的，等于是定性的参考。它不是最真的，因为伊伫我诶研究室哦，其实学六个月，学六个月伊干呐学两句话，就是讲好诶农场，迄水分子诶排列就很漂亮；歹诶农场，以水分子的排列就乱七八糟，就很难看。就是学了这两句话，啊，其实呢，咱来甲想，那像一条真好诶瓜，迄坡。那个能场那个坡是很顺的啊，很顺的时阵，迄水分子在那个坡的那个影响之下，伊的排队伊嘛应该是很顺啦。啊，你若告诉我咧曲线的发烧去，安尼落到底呢，迄水分子马上震动都很厉害，而且很不规则。我们从这个很基本的概念，你去加了解，你就感觉足清楚啊。啊，因为这方面呢。伊是用零下五度的即个条件啊，互迄个经过听歌，还是讲有经过试验的即个水，互伊结晶。但是呢，真可惜，伊无注重即个环境影响伊即个水的结构，伊即个无加注调。你想讲，咱遮有电火嘛有即个坡。啊，是讲有莫打嘛有一个坡啊。咱假使讲我有心脏病，啊，我心脏病的迄个坡嘛去甲感染着，啊，你也甲感染着，啊，你即卖即个环境的影响你拢无法拄着。所以，阮像咧研究科学的人，对这方面呢，只能够说把它当作一个算作参考，是照这个。误差啊，告诉讲误差，大家拢相共，安尼也当参考啦。所以，这个能场加这个水分子的排列呢，就是很重要的。尤其咱那在研究的迄个生命、哦、生命现象的时候，那么迄个信号的传递，告诉讲网啊在给你加，还是讲
讲迄个已经有病毒就要到你身躯的时阵呢，你身躯内底的水的结构，那告诉讲，就等于是成网络安尼时阵呢，有啥物款的迄个信号来，你马上你头壳你就会当收到咯，这是非常重要。告诉讲你水内底的结构乱七八糟，啊乱七八糟的时阵呢，迄信号哪来？哇！啊，算唔知要走往倒去，走到遐也动，到遐也动，啊，要射到你的中枢神经，还是你的脑袋家呢？可能那找有路的时间加较慢，找无路的，伊就唔知啊，啊，就外口的病迄落病毒直直来，啊，你拢唔知，啊，安尼呢，你的健康你就是有真大的影响。像这一些呢，就是讲这个水的部分呢，阮研究的时阵，阮研究个。艾滋病的迄个频率，我们怎么把它阻挡？哦，像这些呢，也拢是考虑到这个影响的频率。啊，咱即卖知影讲，这个水的结构呢，咱假使讲若有注重这水，甲排水，哦，冷藏会搁较悬呢。啊，悬到一个程度，伊水就安尼结结做一球，迄真大球的迄个水分子啊，伊就会散去。啊，山区呢，伊就开始跟地球的磁场，根据地球的磁场，啊，就开始去排队。这款的水呢，是从没有记忆一直到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个水我们就说它有记忆性。啊，有记忆性的水，我们跟没有分子、没有排列、没有记忆的这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现象。有记忆的水的时候啊，像我们做的试验嘛，已经放到现在十三四年，那水的品质还是一样，没有退化哦。那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地球的磁场你没变，当然啦，你和你的环境有关的，你的环境告诉说有其他的什么马达，还是说有其他的高压电，安尼时阵呢，迄水分子会排队就会乱，啊会乱呢，你食迄款的水就非常不好哦。那些呢，就等一下我们就有那个资料可以看，就是用微波炉的水去浇这些花的时候，那个花浇到第七天到九天就死掉了哦。这个就是因为不同的频率对生命现象是有破坏的。那这个活水，主要就是讲普通的水，伊是无排堆，啊，经过冷藏后，啊，伊就开始大粒的水经过这个大的能量给它的时候，那么它就慢慢散去，因为伊吸收到这个能量的时阵呢，伊迄个粘做伙迄个烂呢，都打烂了，打烂了以后。它水分子呢，就根据地球的磁场，安尼开始去排队。排队的时阵呢，它的水分子的结构就非常的漂亮。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图里面看到那个有排队跟没有排队的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咱人啦，食这个有，这为这叫做活水，意思就是讲，伊是有生命的，伊的水的品质。是跟我们人或者跟一些生物哦有生命的那个现象是一样的。啊，在第二个，啊，这个活水的原理呢，刚才已经大概讲，普通的水无排队，啊，你甲用一种方式把能量给它，让它的。大分子的结构吸收到那个能场的时候啊，伊会慢慢会转散去，啊散去，根据那个地球的磁场的迄个共振的关系呢，伊就开始会排队，啊会排队的水呢，它就有记忆性，啊有记忆性呢，有啥物好处？伊就那像迄个电线，像迄个天线，伊就会当。接受这个电波，哦，啊，所以呢，咱若告诉讲，你有意念，告诉讲，咱全身躯的水拢是这个
活水的时阵呢，你若要骂人，你会先起心动念要骂人，啊骂人，迄落水呢，迄个信号对人是唔好的哦。啊，你起心动念的时阵呢，你规身躯，你头壳这个信念出来，啊，你规身躯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拢总有这个信号出来。所以呢，要骂人的人呢，你第一，你家己先受伤。所以呢，你若了解这个道理呢，我相信你唔敢骂人，因为你骂人哦，你要先骂人以前，你家己也先付出这个代价。所以呢，算算的一定，你若读会计的，应该是算袂好。所以像这些呢，我们就咱来研究这个主题科学个研究，讲即做人啊，哦，我那得爱较好心，加有只好个念头。所以呢，我研究个上衰位啊，本来我足歹啊，研究个上衰位啊，我都唔敢歹啊。哦，啊，所以像这个有水分子，那有序列，有序列就是说有根据一种方式。排列排得很整齐，很整齐的时候，它这个时候的水分子它就有记忆性了，啊，有记忆性呢，伊得接受外来的信息，外来的信息是啥物事呢？声音嘛是信息，光线嘛是信息，声光电。无方向性，有啥物好处呢？你若假使讲，咱用一个磁铁，将来 N 来，哦，啊伊 S 就造出来，啊将来 S 出来，伊 N 就造出来，所以算作无极态的一个液态磁。所以呢，咱水呢，在这个环境底下，已经都就发了。你是不在无极态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因为。告诉讲，会有其他毛病啊，困袂去的，还是讲常常想东想西，盲眼，想因啥物人盲眼呢？啊，像迄款的人，你呢？像迄款的注意，你食落去就感觉足好困，是啥物啊？因为你心情较安定，因为这水就有办法把你的心情安定，让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咱若告诉讲，咱即摆像大哥大一个人，我咧困难起。啊，你像你若无用大哥大，别人嘛咧用大哥大。啊，大哥大迄个坡呢，其实呢，拢超过二十米里高速，米里高速迄是得七个大哥大迄个能产为最小的一个单位。那超过二十米里高速啊，咱两个跑干，你哪安得跑？咱人跑干有遐酵素的，拢会互你开始了了。所以呢，啊，你若告诉讲真正，逐工咧在靠大哥大的，唯一的办法，咱若无法讲到，咱拢有大哥大。你准你唔行啦，啊，开大车人飞，两包到五楼，嘛无法过，啊，无法过怎么办？喝这个水，喝到身体里面，你身上的细胞储藏着重叠的伤害的不好的频率，那些呢，
可以给你装。对咱家己的这个健康的保养。那左边的这个呢？那我们左边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水分子，这个是示意图啦，这个水分子比较大的时候啊，经过这个边，然后呢螺旋状的再跑到这里，然后在这里从这里然后再出去的时候，它就变成小分子的水。那小分子就是一个示意图，真正的那个小呢，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说要用高倍的十几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你才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个只是一种示意图，我们才说咱这个普通的这个分子比较大的水，经过这种这个暗暗的波，那个是液态磁，那是那个很强的一个磁场。普通咱在说的这个磁啊，拢是顶扣扣的啦，拢从磁铁那顶扣扣的。N 就是 N， S 就是 S， 无法度人 N 变 S， S 变 N， 随着环境的变，拢无可能。为有用电，电有来当去感应。为是生物陶瓷，生物陶瓷迄是用电过过，迄个极性也没有办法变。迄个生物陶瓷也磁性呢也比较弱，所以呢，像这个液态磁呢，一般在外面很少人知道。这个液态磁呢，是我十几年前我才想出一个名堂，就说这个磁性呢是很好的磁性，是用量子仪器，你就可以把这种水拍照出来。这种水拍照出来的时候，那个 aura 那个体光的部分呢，很亮很漂亮。那这个是水的活化的道理是这样，从这里是大分子的水，经过这个地方，这个是液态磁，然后液态磁。它这样螺旋状的这样流到这边，就完全磁化以后，它就小分子了。那么小分子呢，它就有记忆性啊，有记忆性呢，当然，伊有记忆呢是好啊记，歹啊记。所以呢，那是歹心的人，伊这个迄个不好的频率更严重啊，好心的人会更好。所以呢，这些呢。对将来你在养殖上或者是在作物的成长方面是非常重要。我经过七八年来，我在嘉义有一个试验场，那是属于生态的试验场。我们曾经，因为既然水有记忆啊，那我们种的植物，如果说通通用这个水去种的时候，它身上的水也是会有记忆，既然是有记忆，如果说它，好像说，这种水分呢，我把释放在那个菜龟的迄个边啊，让整个菜龟拢装起这款水，在我家己在想着讲，既然你这个水有记忆啊，我要和你讲话。我相信你有哪会收到。我们做过七八年的试验呢，我们也不敢公布了，但是得的结果呢是正确的。你用心念，告诉讲，一切肥料的条件，条件、温度、气候、水分，通通很好。你请他增加15%-20%产量，可以。你如果说减少15%-20%，也有这个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呢，我就另外去想到一个问题，因为这种支配生长的一些呢，都是 DNA 来的原来的功能，基本的功能。
那当然它的功能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最高跟最低的，所以呢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试验以后是在15%到20%的左右算是最准。那一般像这些我们现在也不敢公布了啊，我们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对一种生态的生活的还有生产的这种三生的一个农作，这完全绿色的农业的那个休闲园区，或者是一种生长园区呢，我们就开始在做。我也是希望未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好的水应用在我们的农业的科技的制作上面，尤其是这种水在处理微生物的时候它长得非常的快尤其是你的发芽的发酵那发芽的时候那个非常好，因为这种呢是 aerobic 是需要养的一个环境，你的发芽用这种水呢像我在铜锣有一间水厂那是Okinawa 那有一间做酒的叫泡盛，底下在做因用安那做呢，他们是那个水发酵的这个液体呢，他们是用很多的他们是用那种木桶，那是橡木桶，那橡木桶我靠放差不多要上百台的 CD 啊，我在唱歌给那个汤来的那个微生物去来听，我看一个说爱笑嘞，因那是用已经40-50年前的那个技术啊，我现在就是说我有把他们那也是我们日本人来指导的啊，我就说你怎么这样吼，你干脆把那个音乐的频率吼啊，直接把灌进去水来就好了啊，这样他在水来就在心里面就那个歌的频率在心里面那微生物就在那里欢喜到要死啊，看到又在外面这样吵死人啊，因那时候他那日本人很高水的吼啊，走呢走到90度他说吼，市长，我那是嘛？他说你讲这个很好，就给他就给一个地位啊。啊，这个活水的活化呢，我们光是用这个水，啊，你水去起堤，啊，是去起堤的时阵呢，一防晒就较袂潮。啊，你若要拢装袂潮，当然你就爱考虑堤的价、诶米啊、诶量，哦，有。卖公安呢，因为地在家拢无一个控制，所以呢，阮即卖在饲迄个算是干式养殖的迄啦。我们的饲料先在外面用微生物发酵，发酵完了以后，阮那去饲地，还是饲鸡，安尼来搞的呢，换肉率最好好到2:1，就是讲伊食2公斤的饲料会变1公斤吧。这个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我们就是我们用水啊加微生物啊加发酵，这个是一种新的一种科技的一个组合啊，因为你那是水那较好的时阵呢，你身躯内底的遐垃圾物啊要清除也足紧的啊，水你那有排队呢，迄信号在传递，好像说你即卖发酵爱什么款的酵素，爱什么款的菌。伊在传递的非常的快，啊你爱什么原料啊，偌济量，什么性能，我们身体动物的身体里面，他们有一个自动控制系统，都是在脑袋，所以呢，像这一些呢，你只要把那个条件过好些，水你冲好些，啊个当然啦，环境啊你人的观念嘛是真重要。什么时阵爱温度控制好，什么时阵爱水好，什么时阵爱什么偌济饲料好，你这那基本这个观念上你那好啊，伊这个的大，经过这个水分子的作用以后，它在长的时候非常的快，而且呢，我们也发现说，好好的去搭配，阮甲想说要抓想出工，用安尼雷搞雷来做呢，伊迄低房的菜都较袂潮。
啊，卖草卖好甲拢装卖草也可以。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再加那个微生物啊，加较济咧。哦，啊，微生物哪有咱家己做啊？所以迄成本呢，几乎可以降到很低。哦，所以像这些呢，哦，我确定啊，有一个真大套的迄个发酵槽，伊迄是滚动的发酵，一天可以处理1000吨的，像这些像。稻杆啊，什么辣椒杆啊，棉花杆啊，树叶啊，什么什么，一天可以处理到1000吨。而且目前呢，这个因为我们台湾也没有这个政府来支援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去做。那这些呢，这个是被我从1986年我就开始摸到，我离开美国是1992年我离开。那离开的时候，我那个研究单位啊，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做到目前呢，最高呢一天可以处理到1068吨，是这样子。那目前这些呢，一定要一个集体的，好像说由政府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个单位做这种有规划的，把这个农业废弃物呢，把它当作饲料，因为经过那个发酵以后，可以变成饲料。或者是变成肥料，因为饲料是动物在吃的，肥料是植物在吃的，咱人在吃的，跟我做食品，其实呢，那个都是营养。对我们搞科学的人来讲，说一视同仁，都是一样的方法。所以呢，像这些呢，我们好好的，我把这个已经我的经验，然后跟各位分享啊，看看以后如果有机会，像目前呢。小型的像日本或者是台湾在做的那个都是很小型的，没有办法说一次1000多吨的啦。啊，目前小型的我在嘉义也做了差不多10吨，那么10吨的那是皮革啦，或者是猪的毛啊或头发什么的，这个7-8个小时通通变成氨基酸，这个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这些呢，当然，研究的人是很辛苦，因为研究的人都不会做生意，啊，就是一辈子都研究到。那做会做生意的，那就要由会做生意的人来。所以呢，我们也很想哦，把这个以前的我有的这个经验呢，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个生活呢，可以一天比一天好。就像我用这个在做肥料呢。也就是为了维护台湾的一个土壤。现在台湾的土壤呢，实在因为我招太济所在呢，啊，因为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都很小。哦，我30几年前，我就是弄一台，我把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做的时候是，一次可以260吨的那一个设备要引到台湾，其实政府根本不用花一毛钱。为什么？因为我把那个垃圾变成有机肥料啊，有机肥料一公斤，那个时候一公斤呢就是差不多3块多。那个有机肥料，我那个有机肥料是跟别人不一样啊，里那个有机肥料里面，我用显微镜去看里面的微生物啊。快到10亿个，1个gram 里面的微生物有这么高。那你说有机肥料一般呢都是说 NPK 氮磷钾，都没有考虑到里面有活的微生物，那个有活的微生物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也一直在想，我将来如果说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的有机肥料是要加上一个里面有一克有多少的微生物，这样子才不能够被他们鱼目混珠。每个人我都是有机的，我这有机肥料啊，请问你有机肥料来对那个利价，所谓利价就是说你到底一刚刚一公斤让别人一公斤可以处理那么多的米啊，你一公斤的处理不能诶两成咧，安尼你也讲有机肥料，
所以像这些呢，将来我们慢慢慢慢把它制式化，但这里面都有方法。那如果说这些方法我们都定了以后，那么我们现在这些农业上面呢就非常好，因为有好的水，有好的肥料，然后天公伯啊，迄落咱都无多的啊。那若讲要和大自然竞争的话，咱得用设施农业。我一年365天，我天天可以有蔬菜种做，天天有水果，这个是属于一种设施农业。那设施农业目前我们台南那边呢，也相当进步了。我都去看过，它是全自动的，那个土壤啦，里面的酸碱度啦，里面的温度，里面的小气候啦，都控制得很好。那像这些呢，将来我们用示范厂，反正呢，你老心，你别去饿，你不读册嘛，不要紧啦，因为饿了最会嘛，那有钱那个专主动的呀，安尼就好啊。所以像这些呢，设施农业还有立体农业，立体农业就是讲我将来。我做出来迄个堆肥啊，我做那个做，因为内底很多微生物嘛，我做那个吸安尼做一袋一袋，像安尼这一袋棒安尼，这内底都是有机肥料。这些有机肥料其实我可以把它当做土壤，都已经有肥料的土壤，啊一袋一袋我也当加变做棍啊站，啊我会当种足侪物啊。哦，你若要爱食食啥物菜啊，你都食乌坑甲喷水伊就大。啊，你若要想讲较慢呢，我的水甲喷较少呢。像这一些呢，都是将来一种设施农业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有很多了，真的，如果说要做的话，一个人是做不完啊。那我原来是研究那个有机动态堆肥，也就是等一下要看的那一个里面呢，可以。影响很多 的企业，那水的活化完又下一个活水的功能啊，因为活水它是排列排得很整齐，所以空气吹过去的时候，那么它抓空气中的氧非常的快，所以呢，活水它是高含氧，流动快，因为它是排列排得很整齐的，所以跑得很快，而且呢高溶解度。为什么？因为它排列排得很快啊，那么它速度很快，而且呢它抓氧又快，它是有等于是有排列的，有排列的它在溶解啦，含氧量啦什么都非常快的时候。那这些呢，在我们养殖，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这个是最好的条件。那第二个呢，表面张力小，粘性小。这种水，它的表面张力呢是普通的水的1/10，所以呢，它表面张力小，所以呢，它溶解度都很高。所以，那第三个，对信息传递非常的快。什么叫信息？信息就是说像说声光电磁的这种信号到我们生物界的身体里面，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媒介去传递，这个水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传递的一个媒介。那因为我们这个水是有排列的啊，还有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效应，那叫做蝴蝶效应。所谓蝴蝶效应，就是说你在这里一个小小的震荡，那么经过很短的时间，很远的地方它会一直放大，一直放大放大放大到像爆炸一样，像刮台风一样，那个叫做蝴蝶效应。那因为对信号的传递很快呢，对人体生物生理尤其是免疫力的贡献很大。好像说我们喝这个水，
好像说我现在很累，那么因为这个水可以有气运，那么好的频率，然后它就吸引着很好的频率，我们喝下去，那身体里面哪个地方有不好的那个能场的时候呢，这个好的频率就会把它消除掉，就会跟它综合。那综合的时候，尤其是综合完了以后，你身体会感到很舒服，很舒服。同时呢，因为它是跟地球的磁场共振，所以你喝了这种水，你不能憋尿，它排泄排得很厉害。这些呢，都自然界，我们是运用地球的磁场，用地球的磁场，这是每个人是有一个隔空的一个插头插在我们身体，这地球的磁场直接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只要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是这种品质的水分的时候，那么你身体自然的会很健康，因为这种水分子是有排列的，所以呢，它在一些有纤维的时候，它会保留在那个纤维的里面，所以呢，它的保水力是比较好。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因为这个属于理科的哈，如果说有不清楚，要接下去的时候，我每次的一段时间看看，林矿物都要看不清楚，包括什么？关系特殊的电影类，包括你自己。拢无去甲化验，内底有啥物困，你也拢唔知。但是你已经真久啦，你的身躯有那个免疫系统啦。按、普通人可能去到袂，万一你迄内底有其他的像什么内啦，或者其他的迄个困难，你有当时动袂调，啊，就唔好啊。所以嘛是平安爱先去化验，无啥物啥物歹困无。但是呢，你若假使讲伫咱头拄仔讲的。设备呢，还困袂活，因为伊内底频率足悬，啊足悬呢，啊在那边就不自在，活得很累。我听周教授的这讲话了，我对，真正是你是咱的国宝吼，对咱台湾是来会改变足大。可能后摆咱遐精盐厂吼，拢来换做生产这款水，就算一罐可能我都卖咧百二块，是安那我定这个价，你知无？咱这咱的师傅工人拢足可怜，当然拢食玻璃弹皮。啊，玻璃，我感觉这个功能吼，这一罐当过差不多100罐玻璃弹皮啦。啊，所以玻璃弹皮这一罐啊90几，所以你若定120块，这技术所你哦，你绝对唔好去咱的敌对的国家，你要留一道，你啊这个技术吼。把咱的精盐厂来换做迄落，对啊对啊，迄像法国进口来的水吼，阿比用一罐是咱的4倍罐呢，啊，迄无啥物，无咱这功能呢，也无排队，也无补水，也无过滤。这消去日本一罐啊，卖咧百二。
对啊。联合国认证是经过苏联自然科学研究所那个 Dr. Krasnyu， 那个 Yuri Krasnyu， 嗯，一些研究水的结构，嗯，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他跟我俩。哦，这这你要搞报一报好啊！哇，你真猛哦！咱来搞掉，咱来搞掉。嘿，哦，这咱已经搞掉，打咱的经验场，迄拢停掉。一年一五百堆，啊，佮也含地球的磁场共振。哦，啊，咱人来当松放。身心灵安尼松紧绷的，你身体内部的阻碍也减到最低，减到最低的时阵呢，一天能打关起来，特别舒服，哎呀，个人舒服啊。所以我以前呢，我有一支迄个会当一概处理拍住，我参与咧办公室，啊奇怪，足侪人若来啊，当遐坐，房遐就困啦，哦，啊困到东倒西歪。翕相起来，你寄来到我家哦，啊，到迄落姿势都拢安尼怪怪。啊，有一个，我阁是捌讲这个经过，啊，有一个风水师，奇怪，啊，行我办公室，安尼行来，阁行去，啊，阁行来，伊感觉真奇怪，伊感受讲，这个所在的磁场它含伊无同啦，啊，伊摕迄个来对。落街了，连砍对都袂叮当啦！哎，我来知影讲，我这是宝地啦，啊，你来这接忙呢，你我相信你绝对会困啦。啊，到最尾我来甲讲啦，这是真正的磁场，因为那一个呢，那个磁场是跟地球一样，算是那一个算是小地球啦，迄就是跟地球的磁场一样。咱这个水吼，因为伊是拢有排队啊，啊是有排队。你若酸呢，对咱身体来讲，咱身躯脑酸啦，你的血就黏黏稠稠啦。啊，你规身躯你的 pH 值，你若拢是酸的呢，你搁偌有钱啦？你去食啥物补啦？啊，血黏黏稠稠，你食了到着迄落功能机，甲你糊甲无差啥，你要哪讲有效啊？所以也是讲吼，这个生啊，甲排排血，这个生啊，有的氧气，伊就因为氧气呢是碱性的，啊酸你遇到氧气呢，伊就怎中和掉去啦，啊这上简单，搁上俗的啦，啊你搁欢喜一下，好，迄地球的磁场搁甲你加持一下，就足好。第二项，失眠的改善。你是安怎开始？你困袂去，啊，胃都黏黏稠稠，行到遐，塞到遐，行心脏，塞到心脏，行到肝，塞到肝。我全身骨嘛病，西医你甲你讲的讲，你是心脏病。敢是真正心脏病？你血甲解好势了，我心脏也无病，肝也无病，规身骨嘛拢无病。啊，西医都唔甲你讲真话嘛。啊，像咱这个谈到咱这个较高野哦，拢安尼讲讲的，咱就单讲原因。药引，什么叫做药引？就是讲，一项物啊，食落去，伊会提升药啊的功能，就是讲会引进引出那个药原来的那个效能更高了。哦，啊，咱血呐黏黏稠稠的，你食落去啊，本来你食一粒就好啊，但是你食落去呢？迄、那个药啊，的功能机啊，拢互迄个垃圾物啊，甲你糊掉咧啊！
啊，甲你过，你著讲两多无去啊。所以你食滚啊，你食几大堆啊，啊，食甲你钱啊无，身体也歹歹，安尼讲对。所以即简单就是讲，啊，你著酸碱度著甲改善一下，啊，就好啊。即药引的意思就是安尼。所以咱的水本身有哪当做药引？为什么呢？你若去看国外，像美国、欧洲，因咧有迄落叫迅速疗法，迅速疗法的水，拢是这款的水。啊，静坐提升筋骨柔软，这个都正常。因为你血脉会通，哦，你坐咧到咧就袂靠遐轻松遐，这个都很正常。重金属的排出，这个是我自己有做过试验。我以前眼睛里面有重金属，我不知道。啊，我有家己设计一个调整眼睛的迄个，我叫 Eye Spa， 就眼睛的能量浴。我让眼睛的那个眼球呢，安尼活动，安尼活动的时阵呢，你目睭，你得，你若目睭，咱像咱在我咧读书啊，你看电脑，安尼看拢看足久啊，啊看足久咧，你若安尼的时阵呢？你眼球左右前后弄动有六条的那个神经，弄绷在那边都没有动啊！啊，没有动的时候，那神经、微血管啦、血啦、营养被火啦，拢全未叮当啊，未叮当呢。你久啊，你的问题拢出来啊！哦啊，所以呢，这个重金属排出来，我有用这方面，我用量子仪器。去甲做实验，按怎做实验呢？我袂食这个水的时阵，我排泄出来的尿，我用迄、那个scanner 去用迄个 mass spectrometry 那个质谱仪去扫描，哦，一两分钟久，我尿内底的重金属拢清清楚楚。过去我食款水，食落去了。我阁经过才半点钟，啊，阁去甲切，哇，头前个甲后壁拢无同，后壁呢，阁加增加足侪迄个重金属倒出来，安尼我就至少我知影，这就是咱实际上有呐，我有破病，啊，我就着惊死，要予健康，所以我就爱去找这物仔来研究啊。我伫台南安平工业区，我设一间工厂嘛。我设一间工厂，那个是用那些下杂料，然后呢把它的蛋白质又用微生物把它变成氨基酸，我就做氨基酸肥料。那个公司还存在，现在还在。啊，就是用20块钱的成本，我可以卖到120块，小钱厂。但是迄阵我老公。你共赚100块都上过济啦，啊！我的股东呢，伊阁要共赚，要共卖到400块，我气一下，我怎公司我无啊，我要出来，因为我足惊死的，因为安尼来到地吼，变成我将来我来死去，哪会算？那原来的三倍，告诉讲，你一罐20块的成本，我变成三倍，我甲赌了7块无够，我的成本没甲7块嘛。啊，因都发到人就是安尼啊，我贪啊，啊，就是安尼，你爱人老来啊，老来甲我帮忙。我帮忙，我少帮忙，甲你帮忙就是甲我帮忙。啊，第二呢，缺氧症候群的改善，你这个的水温准呢？含氧量很高嘛，啊你这食水等于食氧气嘛，啊佫会当从你身躯内底粪扫佮清掉，啊有迄个氧的入去，当然你身躯的环境会更好。还有很重要的，你若有静坐，你会当佮内观，
哦，迄内底的迄个歌声足好听。第七，记忆反应的提升，迄个你会内底足清气的，无迄个垃圾面甲你谈，你信号在传递，当然不难办了。尤其是那个，那个有毛病的，那个帕金森啊，还是什么爱什么病的那种啊，就是因为他的网路。神经网络有垃圾堵住了，那么这个你就可以把它清掉。那要清的时候，你呼噜进入去，用这根最进入去，然后再听音乐，哦，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交响。这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进入那种能场的共振，连地球的磁场也一起跟你共振。啊，你若用意念。把那个共振的频率提升，你会感受到另类的完全不同。因为这个都在做实验，像是这样哈，信号环境。这个内在说明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水在流的时候，在那个流的时候就开始感应。感应很强的能场嘞，伊接到足大了的，伊在一直散，一直散，一直散，散到要排出去，但是就变足细了，啊，足细了出来，不如电流维持，它又维持了，哦，安尼，啊，这是排队，排到足精一个水，就是哎，哎，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呢，假使讲你若有一粒。电解质甲放在遮呢，缩一下拢无感。啊，这是微波的水，那这个是啥物？就是讲，因为既然这个水是有记忆性，那你微波的波，并不是自然界的波，还是人为的。啊，人为的对生命场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所以有很多的超级市场，用微波炉就变了呀，啊，你就变，你所付出的代价，你敢有去甲检验一下？所以我们做过这方面的实验，比方说，一般呢，就是那个水里面的那个频率哦，是用微波炉的，啊，微波炉的频率哦，跟我们大自然的那个频率呢，是等于是破坏的，啊，破坏的，你啊，关入去一个召集的植物来对，啊，一个底下的震荡，啊，一块呢唔好的频率，你是你植物来对细胞，你的注重诶细胞来对信号的通路什么都。乱七八糟嘛，就是安尼啊，啊一样的。但是我有当时，哦，所以像这款，你一天一天去甲比较，你就知影讲，哦，有破坏无破坏，你就知影。啊，这阮做过实验呢，第七天大概几乎没有了，到第九天。什么都没有了，连那个骨马龙全无去啊！哦，你就知影讲，伊这个水既然伫喺迄个植物生物内底占遐尔大个部分，啊，伊品质难办，伊个性命就危险嘛！哦，所以咱人也是好讲啊，伊这是正到一个例在互咱看，所以咱人若知影讲啊，咱若家伫个隔合。隔壁店的下骹吼，你讲你偌有钱啦，身体害了了，你都袂当去享受遐钞票啦。哎呀，就讲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是安尼啊。所以像这些呢，我们就是生活上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但是有几个人真正讲真话，都没有人讲啊，没有人讲呢。你看。现在全台湾有几家在用微波炉？
这个微波炉第一次发生问题呢，是在1975年。1975年，美国那个海军那边发现说，哦，奇怪，为什么那个小朋友那个吃奶吃完以后，那个奶嘴还剩下一点点，然后呢，他们就用微波加热。那是奇怪，这样子经过一两个礼拜，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小那个婴儿死掉了？啊，死掉以后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美国呢全国开始去追踪这个问题，后来才发现里面的频率，微波炉的频率是破坏人体健康的，尤其是小朋友那个免疫系统也没有啊，所以就是这样，我们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我们就不去不敢再吃了。右边的是纯水，这是第一天，这是第三天，这是第五天、第七天，这样子看看它的那个变化，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等一下还有一个。原来都是一样大，哎，一样大呢。这一颗，我们做什么试验呢？我们根据刚才那个理念，那个微波会破坏，那我们好的波给它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就用一个铜的圆环，把它包在外面。啊，因为这个一个圆环的铜啊，它的能长是集中在中心点，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这个附近的波集中在中心点，那这个中心点呢，就把这个植物的加持，它就这两个比较起来就长得这么大，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你讲为什么喇嘛还是三昧古师的呢？给你加持。就是类似这个现象，哦，可能摸摸头，就是它的能场灌到你的脑袋，但是要好的哦，不要不好的灌进去，那你就超。这个是，我是用这个仪器，因为你如果说身体很健康，那么你身体的那个光啊，就会比较。你看，还不做，还跑它，黑龙，龙尾的光环，光环，那个叫做欧啦，那个叫做体光，就是讲，咱的细胞呐排队排到最精致的时阵呢，迄款的光就会照出来，迄种大自然的啦，啊，所以你讲午休啦，那样啦，那样啦，午休的人啊，就较袂发脾气吼，啊，他那个能量会更好，更好呢，所以。从体内一直显现出来到体外的，就用体光出来看。啊，这个是用体光，你即卖伫家，哦，这个设备外人身体的能场经过这个，它放大就跑到前面。哦，对，那就可以，它可以看到它那个有身心灵。的能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下就可以。啊，你买西，你像这切的时候，你用意念，啊看迄，啊那个点，这个就是一种很实在的一种。那么从这个认知以后啊，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看是要团体的活动，比如说我
都是一样的话，那经过团体的话，那个农场会更好。那怎么样？好像说你团体是排一条线，还是一个圆圆的？哦，你排一个圆圆的，中间坐一个人，中间坐的那个人他承受的能长很强，他如果身体不好的话，他绝对受不了。像这些，就是我们从这些基本的应用里面，我们可以，咱会当去得到一挂平常无注意的这种。啊，所以呢，咱就按这个基本了解，咱就知道讲，迄电波，迄嘛是一挂呢，一波啊，啊声音。还是讲你的意念，像讲我即摆挂病，甲拢爬袂起来。我想着讲，我一个足好的朋友爬来看，好，我欢喜一个。你还袂欢喜啦？啊，你看欢喜啦，你规身躯都讲好，我能长足平安。这个就是比吃药还好。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讲的信息医学的一个方法，这是足用。所以呢，咱讲爱好心，做好事，目的就是吃用这咱证明下来。就是 order in motion 是讲体况动态的体况。哦，你人，你若是活的人，还是动物，拢有这款的体况。植物也有，不一定是动物，植物都有。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最。啊，甲这个生命场的迄个基本的常识，哦，互咱了解以后，你以后遇到这款的问题，你家己就会当去判断，家己就会当去遐啦。你像咧扳手把，哦，你像咧扳手把，啊，我遮一支这个柄呢，就是我放伫这心脏遮，啊，心脏会拍出来，啊，这个有能场拍出来了。这个农场磁化，所以我一拍出来，迄心脏内底拢碱性的，啊，碱性的规身躯，你着唔免惊讲你会着迄阿爸啊，啥物事啊，你共我烦恼啊。啊，尤其迄老伙仔，你若手安尼拎支针呢，你再甲插进去啊，啊，因为这个血液流通会比较好，啊，伊着袂痛啊。我以前啊，我本来以前，这个老阿伯啊。我这一支较贵，但是头我嘛无啊，我拢卖讲上去，起码要退的。不过农民辛苦嘞，啊，这辛苦看来，刚刚了就收收啊，这收的赶紧。啊，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真的啊，就是有这个天理。啊，我也来了，不相信。你用呢，伊个电压动作，电压按动，因为它这个农场啊，单位的农场很低，但是它的频率非常高，它频率能比一组，啊，所以呢，一个频率，一个很弱的那个力量，但是它很快，频率是非常大，所以增加的那个力量，等于是一直加，大，所以像这些呢。有的在那种不同的环境为你怎样他进来，但为什么紧遮当要松进风，就是这个道理。他植物动物也都是一样的，就是，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上午给我挖出来的，这跟纯水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不一样？跟纯水你纯水呢，纯水的定义在逻辑上除掉 H2O 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矿物。是。那么 H2O 是，事实上在宇宙中啊，没有单一存在的一个东西的。啊，你说用人工的，我们可以做非常纯的纯水，做到超纯水。超纯水它的导电度呢是18.2万 UCM。对，那这些这么高的一个程度，那是科学上在用的。然后说你在做 IC 板的洗，不能说里面 IC 板不能说里面有氧啊有什么啊，这不可以，你才是用这个超纯水。这你谈到生命场的时候，你超纯水也会使用到。
就看看你的用途，咱开来分解。你超纯水，也就是因为台西工业用的很多啊。啊，咱老人念的超纯水，调提供对啊啦。无营养都无矿物质，对啊。好，来来，那个小姐。电磁炉是 OK， 因为电磁炉它是用电磁，它也是经过热出来的。微波它是用波，那种波不是自然的，所以不同就在这里。你电磁炉它是用电经过电子产生热，所以这个是安全的，因为它是自然的热而产生出来的，它不是用科学的方法。非自然界的，你微波是非自然界的，所以呢，那个微波算是很毒的，尤其是那个小婴儿啊，他刚生出来，他没有免疫力啊，他那个防范都很不好，他那好假，都没几天把就再见了。这个好的水是很好的，还没都没都没，加一水，
排水是上好啦。排水的你排有排水的水呢，伊就会富会富气体，伊就会就是吸入声的声啦，迄个声光电磁波好，咱吸入来，咱啊迄个生命就知道，诶，就是用来脑，他过来讲，生命就知道诶，迄就是经过排队以后，那个水就有记忆性，以迄个结构就很漂亮。那个也将本身也结合了这台海洋数学，那个是经过排列以后结晶出来就有作用。你什么刮好，这个什么频率一样，爱的智能的结晶出来，对啊，那个东西很自然的。啊，就是从以前古人对水质的问题，啊，都是啊，咱也不难看出来嘛。这个弄个这规版的三步路啊，啊规版的三步路啊，那个经历不了，它印出来，然后慢慢的过，都是大家伙，啊，毕竟呢，那个是也是一种方式，啊，发现呢，这个啥讲，单毛皮肤不毛是讲个水，啊，你水啊，你那皮肤歹呢，你该清洗掉，啊，那时候呢，你就是啥？最主要哈，水不只要干净，干净的水并不是健康的水。健康的水的条件，除掉干净以外，里面要有一些矿物质、离子、电解质，这个都是我们生命生活中一定要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哦，纯水就是通通没有粒子的。啊，你看看你要用在哪里？你如果说用在电子工业，那 OK 很好，而且是应该的，因为你电子工业里面呢要超纯是这样子啊。那个是里面是很多矿物质，问题是它溶解多少出来，突然间鉴定的，啊，你溶解出来，你来对麦氏来对你这个元素，那个是放射性的。放射性的元素呢，它刚刚好可以把水中的核心拔掉，对人体没有破坏，所以半万的反应就很正常。好，那我们一般的水经过煮沸以后，它含氧会降低吗？经过什么？经过沸会绝对会降低。为什么？氧是溶解在高温的时候，氧都跑掉了。当然有一种东西啊，一种设备。里面50 ppm 的泥氧跑不掉，你再怎么补，它都没有办法。那是特殊的水，一般的水呢，你这样子一滚就跑掉了。但是我们这个活水跑掉以后，温度再冷，它还是在回来，所以它很可爱的就是这样。前面你个想抓过一刀，你爱杀菌，杀菌呢，一般不要用银，因为银对我来讲，它还是重金属，它会把微生物杀掉，也会把破坏细胞，只是说我们人的细胞很多，但是真正呢，你在找量子医学或者是
这种东西我们都不要管，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紫外线或者是其他就是化学的完全是物理的方法。有的臭氧机，它那个臭氧是氧化力很强，氧化力很强。你如果说没有用优良的品质的那个氧的时候，那一喷出来，一破掉一喷出来，你整个脸臭氧水，你有的时候会瞎眼，很危险。那个臭氧，我从民国1970年。电解水那是一种功能水，你是不是需要？因为我们人一般都是中性的，那你中性的身体，你干嘛要吃那个偏离正常的那个水呢？那个是功能性的水，好像说我现在胃酸很多，那我要吃碱性水，吃完了以后就不要再吃。那个，所以有人做生意啊，做卖东西他就不会讲这些，就做负的。负面的论战，对啊，你吃这你身体怕坏去啊，因为咱正常的身体就是一般的那个酸碱度。周博士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跟水有关系啦吼，可能跟咱的人可能是不是有关系，我无真清楚。但是阮阿公甲阮讲，讲你若去予蒸着，你着去啉清水。你若去啉溪水啊，所谓溪水，水滚过，啉落了后，你这个伤就变内伤啦。你若去予蒸着，你去啉清水啊，讲安尼就袂内伤啦。安尼，我是讲要请教那个周博士的看法。迄水温度真低，无内伤嘛，变内伤。因为啥物呢？因为你身躯内底温度是37度啊，啊你啉迄冷的落去，你讲会好，我唔信。所以爱有在什么样的条件较好？你袂安尼迄囡仔吼，不要去听迄口水。主要是伊是讲清水，唔是冰水啦。讲伫蒸料的时吼，爱用清水，就是讲无煮过的啦。有煮过甲无煮过的差别，安尼啦，嘿。我估计的啦吼，阮庄卡吼，我一直甲当时才有自来水俩。我甲2002年，阮兜才有自来水啦。我拢食泉水啦，食泉水啦，后边山的泉水吼。啊，像热天啦吼，我若讲诶，热皮皮哦，热干呢哦，啊要泡面的，因为阮庄伊都拢有龙井树啊嘛，所以足侪蜂蜜。爱心若要泡面的时吼，都暗光的泉水舀起来，就咪泡下来来食啦。啊，伊讲来讲就讲。那是囡仔，也是讲哈去蒸掉，也是讲伫树仔顶下来，较紧用迄个暗光的清水就好啉啦，无用滚水啦，安尼啦，习惯上是安尼啦，哎。你问冇，大家？真甘心啦，真好。你要讲来，你跟这冇关系啊。这理论哦，甲迄个
你咧讲话这吼，甲花销同款意思，甲这酵素吼，诶酵素吼，啊一加一不等于二哦。嘿，我、哦、这个有时候诶看它的那个结构吼，啊，比如说它的能量，我、哦、它能量如果不一定说今天用了两个东西加起来哦，啊，明天用了不一定一样哦，好、哦、啊。这样子哦，这个真的哦，这个是微生物哈、哦、很奥妙的地方啦。其实你知道的时候就不知道，就不会说奥妙，因为你了解，因为你不了解才说奥妙。你能不能用我的经验？我问一个最后问题啦，我要安怎吃到活水啦？来，我嘛得爱有迄落设备，透偌济才好食。安尼啊，而且设备偌济钱啊？设备哦，我讲哦，迄落上细粒的啦，即八五十三，就是讲人咧分配吼，安尼来，甲安尼去分，就是去分配就好处理。我话会用做生意，除了看量偌济啊，伊一届来，下面去无迄运费，你敢若讲一粒运费，甲含十粒的运费，当然无同。哦，辉光，哎，哦，辉光，我知，哎，辉光的那一个是我自己设计，设计的用超导，把那个水经过这个设备以后，水就做排列，排的非常的细，对，细到你可以用衣架、衣防晒。这我只讲，可能这里物件，这里底什么物质，咱唔知啦，你知影啦？这个是知道，但是呢，知道呢？划不来，嘿嘿。咱来奥地利个进口啦，啊，你又讲看有人要爱无？有人要爱，看一日偌济钱啊？伊你讲偌济钱，差偌济？3%。3%，伊迄个零售价钱，嗯哼，算起来是比较有人要爱无？来举手，来登记来，我这登记，这报起来啦，吼、哦，家庭用的嘛，吼、哦。咱的团队应该用来赚块钱。好啦，咱的五万，你啊报，你啊讲偌济，讲甲进口一百个嘛，咱来才卖嘛，好不？嗯。嘿啊，做咱 TGC 基金嘛，好不？你讲进口一百个啦，好不？安尼好不？吼、哦，这家卖啦，绝对赚的啦，吼、哦。啊，周博士甲咱 sign 就对啦，甲咱保证赚的啦。哦，大家拢食活水。奥地利遐在广东有哪部？哦，系。你老伙仔已经八十几岁了，照讲起来，伊身体是爱真用的。是。但是，伊无亲像咱北遐济。系哇。好。咱若知影讲身心灵要安怎来运用，好。好，那就我们今天就感谢周博士，敢讲这场真精彩的演讲，安尼真感谢，给咱真好的知识安尼。大家起立，有请，起立，谢谢。